该好，我是全茶，今天来跟各位开箱一下这个15年前的东西，库玛的 Musketeer 火枪手三，然后它是一个真空管的前级这样子，然后放在电脑机壳里面，我们就直接开箱吧。这个我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面，然后有一天看到，还有一个背板，然后有副音源线，然后这个是本体的。它不是一个放大器，因为它是负20 dB 到3 dB，增加3 dB 其实增加的也是非常有限。这一块是塑胶的，这边是输入，那硬这边是蓝牙，然后这个是耳机孔。这种大师 P 的电源有12V 跟5V，先来找电源来试一下。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,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?